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八关斋戒是以在家用五戒做基础，但是将五戒的不杀淫戒进一步改做不淫戒，也就是在受戒迄天当中，必须爱修清净心，袂使有任何男女淫欲的行为。在受戒迄天，甚至正常夫妇的淫欲行为，都必须爱禁止戒毒，使家己会当超越肉体欲望的束缚。八关斋戒比五戒阁加出三条戒，这三条戒如果要详细讲，可以讲真大篇，可以讲真久。因为咱现在只是在介绍戒律的种类，讲到八关斋戒，所以顺便简单介绍一个第一。后面这三条戒，第不同一戒本，有时分条小块不同，但是内容是完全同款。咱简单介绍第六条是过午不食戒，就是过中午就袂使阁食物件，等于是断食十几点钟。或是大医王，这条戒是医治咱身心障病的药方，嘛可以帮助咱修禅定。这条戒在医学方面的原理也很深，咱如果要详细讲，必须就要专题来讨论，这一旦讲真长真大篇。因为咱现在只是在介绍戒律的种类，讲到八关斋戒，顺便简单介绍这条戒的名词利益。所以咱现在只有上直接、上表面、上简单的角度来讲，这条戒在处理方面不但会当医病，嘛直接培养咱克服耐得、克服腰的忍耐力，使咱开发出佛性的定力，用修行的菩提心、精进心，超越欲望的束缚，开发出咱以前所无的定力。如果在咱真要阁升起爱食欲望的时，发一出菩提心，提出定力，超越的过，就是你的功夫，你的耐力、定力就开发出来，提升起来。内心有力的人，做什么都有力，生死关头也有力。过午不食，只是空白几点钟而已，使咱的身体会当进行排毒，使咱的心专心伫道业。如果咱要修行，连这种上简单、上基本的忍耐
含定力了无？进一步的代志，得边讲啊。这条街讲过午不食，就是过日中拢无搁再食食物。有人以为是袂使食饭，伊就去食面、食饭、食粿仔饼，这是误会。过午不食，过日中不但袂使食饭菜，连面、米粉、馒头、种种爱补的食物拢袂使食。如果是在家技术发心受不管在界，因为只是一天而已，所以这条界上好一旦严格来修持，他要也是几点钟而已，断食半天，过午饮白滚水就好，对于咱的信心都有很大的好处。如果是发心真强念佛心真安静的人，根本未感觉枵，而且嘛未嘴干，甚至嘴暖阁会真甜真甘。相信有信心持戒人，拢会当体验到。如果是发心长期每天拢受持的人，遇到有病无体力的时，或者是用体力真济、嘴巴真枵无力的时，可以啉清清袂沉底迄款的饮料，或者是果汁，譬如讲糖水、蜜茶、姜茶、药汤等等。伫有病体力无够时，啉清清袂沉底的饮料、果汁。这是戒律中应准的，是如法的。因为对这条戒，真侪人不但无了解，对佛无信心，而且阁有真深的误会，甚至会诽谤这条戒。认为讲这是无必要的，或者认为这是小乘的作风。所以，伫咱要简单介绍这条戒以前，就先来讲一件代志。以前我做医生的时，看过真济臭味讲完全袂当食物的患者，伫肿瘤科。真侪患者拢是安尼，并不是真罕见的代志。其中有的家属会晓将心比心，小心去体会病人袂当食的感受，较自卑会晓去保护伊的心，袂伫病人面头前食物件，引动伊的食欲。增加病人的懊恼和痛苦，有的家属得较粗心，完全拢无去想到病人袂当食是甚物滋味，因为因家己一向拢会当食，搁食会饱，毋捌枵过一顿，所以无法度将心比心去体会病人的感受，嘛袂当了解。病人插一句讲，完全袂食一艰苦。有的家属甚至时常会伫病人面头前食个大嘴细嘴，振振有味，或者讨论讲啥物较好食。遐个病人有的只有看个目睭金金，流嘴暖，有的对发挥真受气，怨叹家属拢无体谅因。我看过太侪这种的情形，才了解五鬼道众生无奈痛苦的心情，以及家己袂当食，阁受人
无体谅引诱的愤怒扩张，才深深体会到，或者贵我不是这条街，爱护一切我贵的众生的大慈大悲。曾经有一挂学长去阮肿瘤科病房参观，只惊半人，伊就忍袂住全哭出来。伊讲伊毋知影病院的围墙啊内面，甲墙外的世界差遐尔济。如果伊无亲自来看，伊每工食饭拢感觉是理所当然，以为讲世间人大家本来就拢会当食饭啊。伊想袂到，原来世间有遮尔济人拢遮尔痛苦，根本就袂当食物件，三家剩皮包骨，无力和讲话，夹一个手嘛皮皮喘。这是咱看会到的病人，都已经遮尔艰苦啊，何况是五鬼道的众生呢？佛甲咱讲，五鬼道的众生搁较艰苦，因拢是过中道，下晡时、暗时出来漂游，因腰间看人食物件，就感觉亲像火在烧，搁袂当食。比咱看会到的病人，艰苦千千万万倍。这种痛苦，虽然是因为因过去家己作业的果报，但是佛嘛是真爱护因，唔甘因艰苦，佛体谅众生的用心，实在真周到，搁真美色，对众生拢用最体贴、最柔嫩的关怀，比上界小心体贴的家属搁较体贴。这份慈悲，可能嘛只有完全被这一众生才会当体会领受着。所以佛在这条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以大慈悲怜悯所有五鬼道的众生，怜悯因真要搁袂当吃的痛苦。咱爱知影十方世界所有的佛，包括咱时常念的阿弥陀佛，拢是过恶不邪，过中道的无遮。所有的佛拢无爱因为家己下晡时食物去引诱恶鬼，虽然受火烧腹肚、火烧脑后的痛苦，这是大慈大悲体谅五鬼，保护一切五鬼的心。佛知影迷惑众生，爱先对因大家有体贴，才有可能度因。咱对五鬼众生若是无体贴，因气咱都袂赴啊，哪有可能受咱的度化呢？佛这种大乘的大慈大悲，那里是咱凡夫干那顾家己、顾眼前几个人吃好欢喜、吃好饱，无顾着规大群五鬼伫遐受气、伫遐哭的心，所会当比的呢？有人认为这条界是小圣界，因讲贵我不识，和世俗人无共款，无方便度众生，认为讲持这条戒是修行的作风。如果佛怜悯体贴所有遐尔济五鬼众生的心，毋是大乘的慈悲心，阁有甚物是大乘的心呢？
可有人说大圣菩萨无执着，无必要遐尼大胆坚持过午不食。可是大圣菩萨无执着，而且度众生有真多善巧方便，所以大圣菩萨无必要大胆执着讲一定爱含人过午以后搁去食饭，才会当度众生。咱看自古到今，真侪大德拢是过午不食，嘛拢照常讲度众生啊，并无因为过午不食得妨害度众生。大圣菩萨是无执着家己的梦想和欲望，并不是无守规则。伊亲像驶大台车的司机，未因为要载一两个乘客，就无遵守交通规则，去弄一大群的乌龟。咱爱了解大圣菩萨，听到最圆最圆满的，就是佛。佛应该是上无执着的，但是连大乘最圆的佛，本身都拢照这条界受持。何况是其他一大乘菩萨呢？咱知影《金刚经》是讲大乘无执着佛者智慧的经，佛地讲这部经嘛是照常遵守过午不食的戒。尤其咱看大乘菩萨戒内面，佛冇要求菩萨爱安尼受持。咱可以看在家菩萨戒本，佛要求在家菩萨一个月最少爱受持六天的八关斋戒。如果不照安尼受持，就是犯菩萨戒。为什么佛被要求一个月六天，不要求每天做呢？这是因为佛了解在家菩萨的心真操劳家事，无法度每天拢做到。佛在其他的经典有讲到，修持愈济天愈好，最少是六天。所以这条戒并不是大圣菩萨的不需要持，是大圣菩萨更加爱发大慈悲心来持。咱佫有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一个人如果有一百万，也当布施出九十万，当然是真好，功德真大。但是伊要有存十万，所以伊家己的食穿甲享用，其实拢也未受到影响，嘛唔免忍耐甚物艰苦。所以这种一布施是要无甚物困难。如果一个人巴肚枵，搁只存一碗饭的时，未布施一碗饭，家己都爱忍耐枵。这种的布施，虽然只是一碗饭而已，但是可能比前面的九十万搁较困难。那会当做这种的布施，是真难得的，功德当然是愈较大。如果你是一个真爱修布施的人，你嘛可以将过午不食当作是这种真难得的布施。在你家己真枵的时，为一切五鬼布施出你最后一碗饭。为什么佛讲六道内面世界的功德胜过布施呢？因为世界就是包含了布施，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大布施，必须爱将家己真侪欲望布施掉、卸掉。
甚至于爱上家己，世俗一观念，自私一念头，拢剥蚀掉、卸掉，才会当乞丐。这种剥蚀是爱咱下灵下，才会当做到的。讲实在话，在我哈个人感觉，所谓界上容易起，就是像这类过午不食的界。因为只要过中道拢卖吃，就可以做到。一来非常省事，省买菜、省洗、省煮，减真侪麻烦，省真侪时间。对于代志做个无闲的人，实在足方便。吃便一天用遐尼侪时间伫煮饭、食饭、洗碗。咱看其他八条街，像不色新街，咱自透早落眠床，都爱真小心注意看，才袂打着狗牙这只虫。收拾灶卡、洗涂卡，嘛爱足用心。才被饿死小动物，所以真不容易饲清净。佮像不偷的界，规天咱要摕物件，嘛爱真有警觉，才被胡乱佮别人的物件摕刷位摕走去。佮像不碰衣界，咱讲话嘛爱真注意小心，才被讲了无确实。心内想的甲嘴讲的无同款，或者讲了无拄好伤着别人，无小心犯忘记界，所以会使讲，饲每一条界拢爱规工真注意，提高警觉。只有像不饮酒啊，过午不食这种界，只要卖去食就好。这是比较较简单做到，搁继续省力省事一解。像不合这款能力不好的人，如果连这较简单都做未到，困难的都更加变讲啊。咱爱了解。饲这条界的本身，就是在度众生。咱分三方面来讲，第一方面，首先就是度家己，解脱暗时爱食这个欲望。咱知影，下晡暗时食物，就是和五鬼道相应的一种习惯，也就是引来五鬼。所以受其艰苦的一个原因，也是会使咱家己对了五鬼道的其中一个因。如果咱一旦超越这个欲望，就是度家己脱离五鬼道，这就是度第一个众生，度家己面对了五鬼道，度家己那度会行。才有力量去度众生。如果连家己小夸会艰苦都未当忍耐，小夸会欲望都未当幸福，安尼家己度未行，是要安怎度众生呢？第二方面，就是咱拄则讲的，以大慈悲心体谅五鬼的痛苦，发心度一切。五鬼道的众生。第三方面，咱对佛有信心，尊重佛的戒律去实行，就是在保存十方诸佛的戒法，使诸佛的戒法未在咱的心上灭掉去，使戒法会当流传下去，度尽未来的众生。咱家己那是对这条界无信心，认为讲唔免饲，甚至反对这条界。
这定义是向众生讲，佛的话未信者，叫人唔免信佛。这种态度会破坏众生对佛的信心。众生对佛若是无信心，就会失去得到解脱的机会。所以，咱家己爱有坚强的信心来遵守，嘛帮助众生对佛升起坚固圆满的信心，这才会当度众生。因此，咱若是有信心坚持这条界，本身就是度众生，就是帮助众生对佛升起信心。佛是大慈悲、大智慧的大医王，伊要安怎会做一挂无路用的界，叫咱这佛弟子戆戆去受持呢？如果咱大家佛弟子持这条界，拢持个我都要真无力，个怕歹身体，这对佛有甚物好处呢？咱爱真注意，对佛无信心，依旧随便批评、诽谤正法，拢会造成咱修行以及往生西方真大的障碍，嘛会影响众生的信心，造成对众生的障碍。如果咱对戒律的道理也未完全了解，应该用心学习，唔好随便批评，随便对人诽谤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新逢教孝报恩月，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地藏法会，每日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众，日期7月29日至8月12日，时间每日下午1点30分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38311673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新逢教孝报恩月，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中原普渡暨盂兰盆消灾超荐祈福法会，恭送盂兰盆经、报父母恩重难报经、现实供养、点灯供水、药供、甘露施食、护生佛前大供，恭请湛勇法师主法，日期8月21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38311673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生石灰加水时，必须选择没有虫的地方，并且不可用积聚的水，因为积聚的水都有许多小虫。